近日有微博网友爆料称，香港女星关之琳不幸罹患脑癌，令外界一片哗然。该网友声称，森歌公司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，中国香港女演员歌手关之琳已确诊为脑癌，曾经无数人的女神默默祈祷。该消息曝光后，不少网友感到难以置信，纷纷从多方求证传闻的真实性。但昨天关之琳在微博晒出一组登山照片，似乎从侧面否认传闻。这件照片中，关之琳面色红润，健康有活力，在面对镜头时更是面带笑容，丝毫没有任何的病态。随后关之琳经纪公司也出面回应称，该消息属虚假，不实际恶意捏造的信息。关之琳女士健康状况良好，并未患癌，此刻正在香港进行户外运动，乐享生活。针对此次网络诽谤事件，本公司已委托律师追究相关媒体、企业及个人法律责任。夜思日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